手做的丝巾、衣服跟包包。好，第二位郑淑娟，淑娟身上的衣服还有她的包包，以及杨丽青，丽青的衣服要不要再展示一下？还有她的包包哈。杨淑娟，淑娟今天是盛装打扮来的哦，她是非常重视我们今天的发表。还有张淑娟，淑娟的包包还有身上的衣服，是我们黄琼慧，琼慧是相对年轻的哦，然后非常有活力，她的包包非常好看哈。吴亦臻，亦臻待会我们还会再特别介绍，他代表着另外一个族群，他是天使家庭，是有身心障碍的孩子。好，来王月珠。